现在我人是在上海世博园，在上海车展正式开幕前夕，别克品牌发布了别克全新昂科威 Plus 艾维亚版车型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它都有什么特点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前脸呢搭配有家族化的飞翼式格栅，格栅内部采用艾维亚版车型标志性的菱形样式设计，两侧大灯下方外扩的迎角式雾灯，周围运用银色镀铬材质进行装饰，看上去非常有立体感。车身侧面看上去要非常的圆润饱满，在车身尺寸上它的长宽高分别为4845毫米、1883毫米和1695毫米，轴距为2833毫米，整车尺寸已经超过了现款在售的昂科威和昂科威 S。 再配合修长的前引擎盖设计及长后悬设计，不但看上去要更为动感，还能进一步保证宽敞的车内乘坐空间。另外要说的是，车辆这款专属的梅洛酒红车身配色也极具辨识度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20英寸炫翼式铝合金轮毂为艾维亚版车型上的专属配置，同时在前门外侧还搭配有艾维亚专属徽标。来到尾部，我们可以看到流畅的造型从车头向后延伸，经过隐藏式高位驻车灯与一体式压尾扰流板一气呵成。尾部中央一根贯穿式镀铬饰条与两侧尾灯组相连，也让尾部整体的层次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显现，下方则搭配着镀铬双排系尾管。目前关于车辆的内饰和动力总成信息厂商还没有更多公布，后续我们将进行跟踪报道，欢迎各位及时关注。